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美廉物业细就分嘅Billy啊。咁啊，今日咧带大家嚟睇一个位于洪水桥低密度住宅嚟嘅。咁呢个就系樽林，咁啊喺2014年嗰阵时开始入伙嘅。咁啊，总共嘅屋咧就由11座10高嘅物业咧，就去组成嘅，有29栋级市嘅。咁点解今日带大家嚟睇咧？就喺呢个咧啱啱有个新盘。 就係萬零蚊租到，個實用面積㗎，就已經可以享受到車位同埋內置樓嘅上天台。我事不宜遲，我即刻去睇。OK， 話咁快咧，就嚟到12座嘅頂層A單位啦。咁你留下佢自己本身嘅特色咧，就係個樓會物咧會相對較高嘅，同埋咧佢就會有內置樓梯上天台嘅。點解會介紹呢個單位咧？就係喺個市場。 一萬商添1000多部啦，就享受到4000尺嘅天台同埋自己同啲包嘅車位。咁我哋睇一睇其他位置先。好，咁呢個咧就係嗰個客廳同飯廳，佢就擺埋咗一齊。咁變相咗咧，就走廊尾咧就冇基本上成個廳可以用盡。呢個就係廚房啦。咁啊，用翻發展商除咗附送嘅電器，不過你自己留意翻咧，始終當日俾電都係好實松嘅，佢全部都係俾翻 villa 嘅。 歐洲德國牌子嚟嘅，全部都係明白嘅。有焗爐啦，微波爐啦，明火煮食爐啦，同埋燒烤爐都有，一年可以全部嘢到。呢個就唔使我講啦，呢個係工人房，咁啊大上嚟都可以住到兩個嘅。咁睇視乎個買家諗住請一個定係兩個都到時。呢個就係主人房啦，你睇下個木值幾高。 都係非常之闊嘅。主人套房裏面咧，除咗普通嘅浴缸之外咧，佢仲有個企缸都一應俱全嘅，同埋你見到洗手盆嗰邊咧係貨主人咧係有兩個嘅。呢啲就真係根本就係豪宅嘅設計嚟嘅。主人房裏面咧，仲提供咗個衣帽間嘅，咁啊基本上咧一個女人嘅衣物咧係全部夠曬，所以正常嚟講主人都冇責任。 照顧完老人家之後咧，仲要照顧小朋友或者做書房多用套房，你睇房都非常大嘅。